你若是因为我才无想要去病院，啊无安尼啦，我去叫妈出来，我妈带你去。你袂当去叫妈啦。伫个记者会讲，我跋倒啊，宝宝就安尼无去啦。啊，大家记住，都是是你唔好，想叫你发现我的秘密，我无对不起。啊，来讲你两个人，小萱呢？我听到秘书回声。我都紧走回去要叫大嫂，不过已经袂赴啊。恁大嫂柯小萱拄才回来送来第一。好佳哉，大嫂有福气捡到一命，拄只明月拢已经煮只到归来啊。伊讲爸啊，伊送了我一个我上加想要爱的礼物，我这世人袂够遗憾啊。像照你讲的，我拢听无啊。你回头看卖，就知我咧讲啥。你若是因为我才无想要去病院，啊无安尼啦，我去叫妈出来，我妈带你去。你袂当去叫妈啦。伫个记者会讲，我跋倒啊，宝宝就安尼无去啦。啊，我的车只不过是给你卡到尔，啊无足大力啦，咁就一定要带伊，讲较严重。就敲电话叫张嘉玲来接我。无着着我妹妹哦，心情好，这个代志我就准丢煞。去病院。金花啊，大家记住。是你唔好，想叫你发现我的秘密，我无对不起。啊，来讲你两个人，小萱呢？我听到秘书回声，我都紧走回去要叫大嫂，不过已经袂赴啊。我一口气无底透，今仔我无通给你找麻烦，我要找你透公道。你是个白痴，我是你阿爸生的时候，你这个草包都袂出来，哈，敢欺负我，把实在话等到后日啊，你唔能提出来。恁大嫂柯小萱拄才回来送来第一。好佳哉，大嫂有福气捡到一命，拄只明月拢已经煮只到归来啊。伊讲爸啊，伊送了我一个我上加想要爱的礼物，我这世人袂够遗憾啊。像照你讲的，我拢听无啊。你回头看卖，就知我咧讲啥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